个段子，他说哪？他说哪群里头吗？然后我转了一个，这个是我们单位的群，没事，我想给你们解释一下，马龙命的群呗。对，我想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发这个？我真以为是真的。你看这个，我告诉你是假的。我知道，我告诉你这是假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发这玩意儿带了多大影响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在马哥上班啊？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办公室主任呢，还是什么经理？什么都不是。这个吧，你看他发了一个带纪委通报的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他两条一起发的。说了。这个是真的，我因为他俩是一起的，完我就转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这人他俩是这两条，他是一起转的。啊，这个肯定应该是这个是真的，是吧？全是现场拍卖照片，拍了啊！这人是能进弄的。就这不大事不找就争大得了，别找了，争大得了，带上得了，别活。好，你不别咱先等一会儿。别他呀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，咱俩怎么一个？你把电话给咱吧。回局里头，回来分局去啊，回公安局去啊，做笔录啊。你给家里用通个电话，告诉我得告一下啊。你电话多少号？我能跟他说一声得了。我们俩就回去了。我跟他说一声得了，多少号？啊，他需要我再说多少号？没事，你说，你告诉我，你给我电话打得了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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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，你说多少号就完了呗。没事，我记不住，都哪个是哪个打的。你就给我打个电话，打小号五五七，五五七呗，你媳妇儿啊？嗯，五五七啊。嗯，完我拿着，你说就行。你说老板，咱老板分局的，完了得了点情况啊。完了有事的话，局里那个咱公安局给他打电话。嗯，没事，行。来，接吧，坐。哎，我跟他出去一趟啊。完事那个你先睡觉吧。啊？咋的？劳边分局，我去一趟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劳边公安分局的，放心啊，你在家属啊，完了他咱配合调查，有事啊，走，走吧，跟去吧，没事，小伙不用带的，没事。电话咱现在不能给你啊，密码多少？对吧？走吧啊，我回来了。密码多少？啊，密码多少？密码是。131103。